盛开的幽州百合，高兴的欢乐歌唱，因为他们将获得黎巴嫩的光花、加尔默尔和山龙的美丽，他们将见到上主的荣耀，我们天主的光辉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地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门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求你引童真荣父圣母玛利亚加莫圣母母后的转求，护守我们，并使我们能抵达圣山，我们的主基督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门。攻读列王记上。厄利亚上了加尔默尔山顶，跪伏在地，将脸放在两旗之间，以后对自己的仆人说：“你上去讨海那边观看。”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什么也没有。厄利亚说：“你来回观看七次。”他就去了七次。第七次仆人说：“看，有一片云彩，小得像人手掌那么大，从海上升起来了。”厄利亚说：“你上去告诉阿哈布说，快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止。”转瞬之间，天空因风云而变为昏黑，落下大雨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引领我们奔向你，童真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将跟随你的步履。引领我们奔向你，童真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将跟随你的步履。上主，谁能在你的帐幕居住？上主，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？引领我们奔向你，童真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将跟随你的步履。只有那行为正直、做事公平、从自己心里说诚实话的人，他不信口非议、危害兄弟，更不对邻里指使敌欺。引领我们奔向你，童真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将跟随你的步履。对作恶犯罪的人避逆，对敬畏天主的人重视。引领我们奔向你，童真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将跟随你的步履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圣母玛利亚，你信了有天使传与你的话必要完成，你真是有福。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，还有克洛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勒娜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“女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然后又对那位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就从那时起，那个门徒就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家里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是7月16日，
教会纪念加尔莫诺圣。我们福音上我们的读经当中，石膏版的圣经也翻译作加尔莫尔，通常我们说是加尔莫诺圣，特别是我们堂区是以加尔莫诺圣为主保的，所以我们的名字就叫做加莫圣。加莫就是简写啊，加尔莫诺的简称，简称加莫圣，英文是 Lady of Mount Carmel。 那么我们知道加尔莫诺山，它是一个以色列北部，在今天的特拉维夫正北95公里左右的，在海法市旁边有一座小山，这个山就叫做加尔莫诺山。旧约时候，这个小山非常的出名，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厄利亚经常来这里，在这里祈祷，在那里有个山洞，还在那里居住。那么更有名的是，厄利亚在这个加尔莫诺山上与巴尔的先知对决。巴尔是当时的一个邪神，一个假神。那么他有很多的先知，就是信巴尔的人啊，他是异端的偶像。那么在这里的话呢，厄利亚召集了群众说，他要跟巴尔的先知对决。于是巴尔的先知的话就开始祈求他们的，祈求巴尔说下雨吧，下雨吧，怎么祈求都没有用。那么厄利亚呢，于是就祈求他的天主，说下雨天就下雨。列王记上是这样记载，现在你派人去召集全以色列人，同受以泽贝尔供养的那450个巴尔的先知，即那400个阿舍拉的先知上加尔莫诺山，到我跟前来。阿哈布便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，聚集了那些先知，一起到了加尔莫诺山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厄利亚行了大的奇迹，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。这个时候群众认识到，厄利亚敬畏的天主才是真神，才是真天主，所以呢就杀死了这些假先知巴尔的先知400多人。所以在这个山上，厄利亚行了大的奇迹。同时我们知道，圣母圣衣会也称为加尔莫诺会，是教会历史上最古老的修会之一。这个修会啊，没有创立人，修会会士们奉旧约大先知厄利亚为圣徒和模范，修会的最爱是敬礼圣母玛利亚，修会会士奉圣母为加尔莫诺圣母。所以我们知道圣仪会啊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非常的出名，他们的主保就是加尔莫诺圣母。为什么我们说叫加尔莫诺圣母？圣母不是就叫一个圣母玛利亚吗？怎么有这么多的名字呢？我们叫他为加尔莫诺圣母，是因为他在加尔莫诺这里显现过。我们称他为蛇山圣母，是因为他的蛇山有显现。我们称他为东吕圣母，是他因为在东吕有显现。我们称他为路德圣母、法蒂玛圣母、瓜德鲁贝圣母，是因为他在这些地方有显现。当然我们同中指的都是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，因为他在加尔莫诺有显现，所以呢称他为加尔莫诺圣母。教会初期啊，就有很多人到加尔莫诺山来隐修，圣母等成云显现给修士们，他们就在厄利亚泉附近兴建第一座小圣堂献给圣母。当时是在公元后93年的时候，非常早啊！公元后93年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升天走之后60年左右，60多年。所以教会呢定了7月16日来庆祝加尔莫诺圣母。福音中我们知道，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若望。有些基督教的朋友啊，对于我们的圣经上记载说，看你的兄弟姊妹来见你的，说耶稣啊还有别的弟兄姐妹，
说圣母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还生了其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天主教始终不这样认为。我们教会就认为呢，圣母玛利亚只生育了耶稣基督独生子。你想一想，如果圣母玛利亚和若瑟还有别的孩子，耶稣是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怎么会轮到若望去伺候他呢，去给他养老送终呢？犹太人对送终养老是非常重视，那肯定轮到他其他的儿子啊，如果他有其他的儿子的话。实际上他真的没有其他的儿子，而是因为外文当中的翻译啊，我们知道堂兄弟表兄弟，你看英文当中啊，堂兄弟表兄弟都叫一个 brother 啊，你都叫 cousin 或怎么样，我们说这个，但是他这个外文当中的话，他就只有一个词，堂兄弟啊表兄弟啊，同同的一个 uncle， 舅舅呢也是叫 uncle， 叔叔呢也是叫 uncle， 大伯呢也是叫 uncle， 所以的话呢，这个外文当中呢翻译的没有像中文这么仔细，因此的话呢，耶稣基督的堂兄弟啊表兄弟啊，圣经上的翻译的兄弟，其实并不是他的亲弟兄。那么耶稣呢是独生子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把他的母亲，因为他的父亲养父若瑟已经去世了，所以就把他的唯一的亲人圣母玛利亚，他的母亲托付给圣若望。然后呢，教会一直神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若望是耶稣最爱的宗徒，同时当时若望的角色也代表着普世的人类都要奉圣母玛利亚为母亲，所以我们称他为圣母。圣母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。那么圣母玛利亚，有些人呢、我们又举例的说基督教的朋友啊，把他踩得很低，说他就是人，他踩得很低，说你们天主教怎么敬畏圣母玛利亚，那是错的，异端邪说啊。其实他就不了解我们的教会，也不了解圣母的神学，不了解我们教会，也不了解圣母玛利亚真正的我们教会对圣母玛利亚的态度。如果有教友说把圣母当成一个菩萨一样女神一样，那是错的，是对的，绝对是错的。如果我们把圣母玛利亚踩到底下，好像跟我们普通教友一样，其实也不正确。我们也得把圣母玛利亚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她是天主之母，她是耶稣的母亲，她是完美的基督徒，她是大有信德的，她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所以我们教会啊，并不是把圣母玛利亚当作神，也不是把圣母玛利亚当作女神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把她当作人，当作圣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教会不单单敬礼圣母玛利亚，我们也敬礼宗徒们、圣人们、小德兰呢，各样的圣人我们都敬礼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已经升了天堂的天国里边，他们呢，第一是我们的榜样，第二的话呢，他们在天主面前可以为我们转求天主。所以啊，看我们念圣母经啊，非常的准确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所以我们念祷文的时候也是说啊，圣母玛利亚为我登祈。那么我们说天主呢，天主赞美天天主呢，就是今年我的。所以圣母玛利亚是为我们祈求的、转求的，因此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的善言善行，她的榜样。圣母玛利亚，我们总感觉她高高在上，没法效法。其实我们真正要效法她的很简单，圣母玛利亚啊，效法她的亲情，效法她的友情，效法她的爱情。我们看，怎么也效法圣母玛利亚的亲情呢？他对天使说，他的表姐以撒伯尔已经怀孕了，怀孕若翰了，他的表姐已经到了老年了呀，所以他赶快去跑到犹大的山区。我们知道他住在拿撒勒啊，在犹太的北部啊，以色列的北部啊，他要跑到犹大的山区去，那么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山区去，所以的话他要走路走很远的，走三四天的。一个女孩圣母玛利亚一个人跑过去，显示了她对表姐的亲情啊，她的友情。将来婚宴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酒了，没有酒了之后呢，圣母玛利亚看到朋友没有酒了，
很是丢脸面，所以就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，看他照顾朋友的心情啊。后来之后说他的爱情，我们看他的大声若瑟啊，他们耶稣十二使徒到圣殿，到圣殿后来他们往回走，往回走，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呢，没有见到耶稣，于是又返回到圣殿里找他。找到了耶稣之后呢，圣母玛利亚说，若瑟很谦逊说，圣母玛利亚你说呢？那圣母玛利亚说，孩子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？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着急的是找你啊。他把若瑟放在前面说，你的父亲和我，他没有说我和你的父亲，我们喜欢讲的就是把我放在第一位。但是圣母玛利亚说，你的父亲和我着急的找你，看他的若瑟的爱。所以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，就是效法他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圣母玛利亚他陪伴了小耶稣的成长，圣母玛利亚陪伴了初期教会的宗徒们和基督徒们，圣母玛利亚陪伴着整个教会，圣母玛利亚也陪伴着我们加莫堂的每一个教友，圣母玛利亚也陪伴着我们所有的普天下的儿女们。他不断地显现出来，在法蒂玛、路德、蛇山、东里等等关路北等等地方显现出来，他就是要提醒我们世人要皈依，要悔改，并不是说他警告我们说你们要敬拜我，否则你们就会灭亡。没有，圣母玛利亚从来没有这样说。圣母玛利亚每次显现出来就说，你们要悔改，要平息天主的意怒，平息天主的意怒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完，为什么我们教会尊重他、敬礼他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，他没有原罪，他是完全成型天主旨意的完美的基督徒。他说，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。我们看一看啊，一个女人一生当中三大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圣母玛利亚身上。你说圣母玛利亚被天主特权，失云无点，没有原罪，应该是飞黄腾达，一路顺风，应该生在皇宫里。没有，我们看一看圣母玛利亚，一个女人一生三大不幸的事情：未婚先孕，没有结婚的就怀孕。这件事情来讲，直到放到今天的社会，依然是一种不幸的事情。何况在两千年前的圣母玛利亚的年代，但圣母玛利亚却说：“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。”中年丧夫，中年的时候，她的丈夫若瑟去世，也是一个女人非常不幸的事情。她仍然说：“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。”老年人丧子，圣母玛利亚的老年的时候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她的耶稣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一个女人一生三大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圣母玛利亚身上，但她没有一句的抱怨，一直在说出“愿照天使的这句话在她身上成就吧。”所以，圣母玛利亚的侍奉让她成为信德之母，我们教会把她称为信德之母。她的信德是我们真正值得我们效法的，她的顺服成全天主的旨意，是真正值得我们效法的。所以圣母玛利亚去见耶稣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，那生你的这个人啊真有福。耶稣却说，那成行天主旨意的人更有福。意思就是圣母玛利亚不单单因为生了耶稣有福，而是因为他成行了天主的旨意，他比生耶稣更有福。所以这就是圣母玛利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。所以特别通过庆祝加尔默的圣母，我们祈求加尔默的圣母为我们加莫堂转求天主，赏赐我们的教友，赏赐我们家庭，赏赐我们能够获得天主更多的更丰富的恩典，使我们在他的陪伴之下永走得救之路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天父拣选了童贞玛利亚做他圣子降生的母亲，也是教会及信友的母亲。在今天加莫圣母的庆节，让我们欢欣的一起祈祷，请为普世教会祈祷，求主赐以恩宠并予以指导，使他在圣母的护佑下
能以言以行牧养主民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所有心灵上遭受打击而受到创伤的人祈祷，求主赐给他们圣母的安慰，从圣母获得爱的温暖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全球的加尔默洛会的神父修士修女们祈祷，求主祝佑他们效法圣母的默观精神，为圣化圣教会，为救人类彻底牺牲自我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我们加莫堂区祈祷，求主使我们敬爱圣母，效法圣母，虔诚地向着成圣的目标前进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上主，求你引着我们的母亲童贞玛利亚的转求，恩赐我们体验到你的救恩效果不断增加，时时刻刻得到你的爱护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就是你掺和向着天主学我们的人性，上主，万有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，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主，在今天加抹圣母的庆节，我们谦恭地呈上这些礼品，愿我们效法他的方表，以同样的孝爱侍奉你，并与你的救世工程更密切结合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谦虚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在这纪念童贞荣福玛利亚加抹圣母的节日，我们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显扬你。你的圣言充满他的内心，并贯穿他的整个生活，使他与宗徒们共同恒心祈祷，借着救恩工程的参与，他成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母亲。现今他不停地以慈母的关怀护守他圣子的弟兄们，并在迈向你的光荣圣山的旅途上光照我们。那光荣的圣山就是我们每一教会肢体的安慰和希望。为此我们随着天使和诸位圣人同声赞颂你，不停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信者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
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跟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的终日去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起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显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在荣父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宁团结。你是天主永生永王。阿门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是罪者，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愿基督的圣体圣体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蒙受你圣子体血的滋养，愿这圣爱的恩宠增加我们的力量，助佑我们更忠心地追随童贞玛利亚的榜样，并虔诚地侍奉他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门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